艺人米可白带着爱犬浅浅受邀站台活动，但是没想到新北市长侯友宜第一时间呢，将米可白怀中的爱犬误认为是米可白本人，爆笑又尴尬。抱着爱犬浅浅，艺人米可白25号下午到板桥车站站前广场，要和新北市长侯友宜相见欢，但没想到米可白，热情和狗狗打招呼，却把米可白误认成狗，侯友宜当下超尴尬。新北耶诞城即将进入尾声，市府邀请民众带着家中的毛小孩一起共度耶诞，还找来米可白站台，但不知道是不是侯友宜日理万机太忙了，竟然第一时间发生糗事。对不起，那个米可白哈，因为不认得米可白是谁，一直摸到那狗说米可白啊米可白，原来米可白是抱着那只的主人啊。发生爆笑插曲，米可白事后也将侯友宜误认影片上传网路，直说侯市长好醋逼，认为浅浅赚到了，还跟市长近距离接触。侯友宜也回应欢迎米可白再带浅浅到新北玩，下一次他一定会交对。华视新闻纪纲张兆元新北报道。